台湾2300万人，平均每人每年制造96公斤厨余，浪费的食物一年高达222万吨。但台湾却是个农产不足的国家，66%的食物要依赖国外进口。从产地到餐桌，注重美食的台湾到底有多浪费？10月3号中午晚间10点，公视主题之夜，台湾盛食之旅。